据台湾媒体报道，艺人郑秀文与许志安历经分手、复合、密文等传闻，情感纠葛24年。即使2013年许志安就已经求婚成功，也传出两人已经密婚，但对此郑秀文都只是报以甜笑不回应。二日，香港造型师兼艺人许愿在微博放上和两人合照，并表示郑秀文说可以叫我许太太了，等于首次证实已经完婚。交往将近1/4个世纪，郑秀文与许志安感情历经波折，但2010年复合后感情持续升温。2013年，许志安在郑秀文生日派对上求婚成功，还兴奋说道：“我都没有想过他会答应。”但两人始终没透露婚期。许愿在微博放上和两人合照，也替他们首次证实完婚。他感性写道：“这么多年，我看到你们的努力打拼，分分合合，各自各发亮。今天当郑秀文告诉我说你可以叫我许太了，我真心为你们高兴，愿你们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。恭喜郑秀文与许志安。”